从生活之中寻找行销灵感，其实就是生活。我们是做 marketing 的人，同时我们是消费者，所以对于我来讲，我认为第一件事就是多看多听。当我们再看看世界上有什么新奇的事物，有什么用什么方法沟通学习，听听别人的声音，听听不同的意见，都会刺激我们找到更好的灵感、更好的主意、更有效的沟通。第二件事情我觉得非常的重要，就是要扩大自己的视野，不只是能够在自己居住的地方去寻找灵感，最好能够到处去走走，去日本，去美国，去欧洲，在行有余力的地方看看不同的地方、不同的想法，对于产生一个行销的感觉非常的重要。最后一件事情，我也认为是最重要的，就是要动手做，真的去做它，在过程里面从经验里面去学习。这样子一个跟一个的经验累积起来，都会让你下一个灵感、下一个视野变得更大、更好。